姐姐给你们带了一些麦芽糖，很甜的。给你，谢谢姐姐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少爷，咱们在这儿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，要做什么呀？怎么画这么多？ 王晶，这是你这个月的稿费。谢谢陆主编。对了，那名单和地址都在信封里。太好了。再见。下车。去哪儿？多下车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少爷。 来了，我是先报的报社编辑吧，过来看看你们。我们都听说了，报社前几天出了一点状况，这些孩子可能暂时没办法安置，还得过一段时间。我们募集的善款已经解封了，相信不久就可以为这些孩子寻找到住处了。对了。 这些钱啊，请你拿去给孩子们多买几件新衣服，改善一下伙食。小姐真是有心了，我是报社请来的保育员，照顾孩子是我理应做的。他们也真是太可怜了，塞北连年混战，大量孩子失去双亲，他们都成了战地孤儿。 姐姐给你们带了一些麦芽糖，很甜的。给你，谢谢姐姐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嘿。 巧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出来遛弯儿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。哎哎哎，上哪儿去啊？不如我开车送你吧。不用。你是要回家是吧？这儿离家里十万八千里，你不如上车，我送你。我说了不用，我自己会走。